第三十一题，在某介质中，依连续周期波的波形如右图所示，波源做一次完整的振动需两秒，且这个周期波在此介质中传递时，每秒前进15公分，则图中甲乙两点相距多少公分？他说波源做一次完整的振动需两秒，就表示周期是两秒，那每秒前进15公分，就表示波速是每秒15公分。它图中的甲乙的距离，从图可以看出来，甲跟乙是从坡峰到相邻的坡峰，就是一个坡长，所以这题就是要求坡长。那么根据我们坡速的公式 ，v 就等于 t 分之 lambda， 坡长除以我们的周期，我们的坡速是每秒15公分，我们的周期是两秒，我们的 lambda 不知道 ，lambda 算出来就是30公分。所以第31题问我们说，则图中甲乙两点相距多少公分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30公分。